来，被 Q 皮鞋头 Q 财，这一波很赚啊 ！A 他一下，他想补刀 ，A 他一下。我们要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人都出来了呀！厉害了，我们先两级踩他，变形 A 他那个，他也两级了，无所谓，我们优势于他，再 A 他一下，因为我们先动的手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们两级打完一套，他才两级的，就打不过我们的。OK， 往后收，再吃冰箱，他没得玩了，三级他的死期。这药也吃完了，我们还有一瓶药呢。是我先拿我的 E 来，我那边走，他没 E， 没事。掉闪现，没事，掉闪现，死不掉。这千珏，好，很狂，千珏。带走，太过于自信。那行，我们这前天现在搞两次都没死，他们就很难玩。走吧。二十五刀打九个刀，好像优势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千珏没闪现，小月的闪现不知道，肯定有汇报一下信息。我只亏一个兵，很赚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他只有一个戒指，打不过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过来 W， 立起来吃药，哎。回来就戳他，看看 Q 过来直接戳他，他这个 Q 过来没道理的啊。我们这个线慢推吧，因为这波线吃了六不了，下波线才能六级，下波炮这线六级我们就能越他，慢推慢推。慢推。一回他就死了。没踩到，可惜了。踩到稳越，没踩到也能越。他这么稳，那你就别吃兵啊。炮车别吃了。饿呀他！把他伞打出来！你来杀千珏吧，快点来 ！Thank you。哎呦，他很好。
小葵不上葵，小葵想看戏法吗？他很可能打抹红，他这波是杀石头人去了。腹肌斗篷，第二波深渊，会玩。斗篷还是很肉的。没死吗？好吧，青雀怎么不烦啊？沉到海底去吧！还六级。月呀，对面 AD 怎么也六级了？我们 AD 五级。他好没意下去。天天来了，把他杀了。赚了，不过天天有大这波。哎，我没进去呀！我操！我进去感觉杀完了，好烦啊！对，买药，买路灯吧，提前召唤伙伴了是吧？不好打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想等，不想等，还是先这样吧。伤害也够这个时候，能上线吗？这个时候卖药也不太好，太早。好吧，就现在。有点太早。看到了，还真裸了个深渊，没有刺客之魂的东西。这裸深渊有什么意思呀，各位？能不能找到青龙？啊，这是回城了，算了算了。他这次回城就抓不到了。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深渊我可能也能杀他。我试一下，打两个E。闪现了，
不应激，我操！看他要来啊，我得过去。我这个状态也不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个逼很喜欢搞。我要吃一桃，别提这个一滴，别打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打？我不该打的呀。我这一塔必吃的，各位，怎么打起来了？给他喽！死不掉！急死你了，小月啊！我还要拍你的眼。省一些啊，这产品啊。不然直接法兰骂嘛。好家伙，这个人见面就是直接大的。Has been slain. That was me. This man is just 放大。这一波我来了，我得过去。人呢？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
杀了，下了上去了是吧？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踢他呀，没拿头，这个一千二是我的就好了，别再猜，别猜，我骂他去了。肯定要带，不带他都没发育。我感觉他这个九月伤害也不低啊，一身肉装。讲道理，他就五十九法强，他这个深渊打不到伤。阴血剑，买三书吧，补起来，补起来才有机会。把那边上单给枪了，赶紧做点视野。开杀戮，不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真打不中，但是一波二十分。我们这边也打起来了，我们拆开啥？金墨打了我一千一百滴血，我很烦，走走走。他们可能会开他们，但千年没到。侠不敢输出啊，侠有大刀别怕呀，怎么了？
先收帽子，把孩子记得逆风。为了打吗？来，别打了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只能下去。啊，我想把他的大的打出来试一下能不能拿龙。带点法伤，这把副法伤打不过了，因为他们有羽毛刀，羽毛刀女妖这回默认待会都得面对。当你看到我们时就来不及了。深渊羽毛刀这回默认感觉没了，真打不动啊！怎么喝了个大眼不动啊？我去的！可能还是因为有个这个叫大眼不动更难上，我没法弄。女妖来了，最难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魔法很多，但是我们没法，没钱买法了吗？没钱买。我这边也没有 AD 伤害，这个是挺难做的。到了，带吧。黑塔呀，这瞎根本不会玩，这定住了为什么不 A？有大招的呀，大龙大他也不 A， 感觉好像在，哦，不该吹。现在我可以在尸体旁边打。现在你可以加速。铁男，只能说太弱。太弱了，
下一波是我最强的时期了，下一波再赢不了这把就赢不了了。这是我最强的时期了，最后的形态。整个沙漏吧，女妖是能把它破一下，有点太装逼了吧，兄弟输出他，兄弟上面那怎么飞上来了？这提莫也在走魔抗，我是真服了。他还在走伏击斗篷，我好恶心的啊！为什么还在做？大招！拉扯，给他们吃吧。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在跟谁作对啊！这个傻米狼，艾迪能去吗？艾迪一个人去有点危险，知道吧？刘通也去吧，我也去。来不及就算了，算了。这红我吃吧，不然我吃收益高一点，我得换成这个。这把巫妖没用了，不要换巫妖。巫妖没有用了。这真是最后的一波了，真是最后一波，这个装备，振奋，看这个装备，这边振奋都出来了，恶臭，135。完了，哇，一个没死，好难受呀，我靠，这样开这样输了，不如让我开19秒能守吗？这招也能赢游戏的，我都服了。